南投县原生国际学院国小国中部实验教育机构隆重举行创校第一届开学典礼。原生国际学院的合唱团确实展现了一个非常特别而且令人感动的音乐风貌。透过音乐，这些学生不仅能够自我表达，还能够传递他们的文化。国中小部我们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提升部落孩子的学科力，还有品德力，还有他们国际移动的能力，还有他们的信仰的生活。那我们相信在我们金牌老师设计金牌课程，我们一定可以培育部落的典范精英，可以让世界听见玉山唱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实验教育机构的成立是不只是乐观其成，而且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支持它。那我想这个实验教育机构的成立，除了我们原来罗纳国小的洪校长以及他的夫婿，我们东埔国小的马校长，他们一直坚持着他们的梦想，希望能够让我们部落的孩子的延伸能够美好的天籁能够传唱下来，并且借着多元教育，那实验机构的设立，来让他们有多元的教育的机会，那也让我们这个美好的天籁能够走进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非常感谢南投县县政府还有教育处给我们的赞助和支持，让我们能够在今年成立原生国际学院国中小部的实验教育机构。谢谢南投县政府。县长许淑华大力支持多元教育，希望南投的孩子能够拥抱世界，走向国际，进而改善原住民教育环境，提升原住民学生学习成就，增加多元学习机会，更是县府施政的重点，同时也促进了原住民文化的保存和传承。记者黄忠宁、水里香采访报道。